今天终于开学了！哇，她怎么变得这么美了？而我还是灰头土脸老样子。别再羡慕别人啦，全身变美这三招，学会逆袭成校花。一，皮肤变得通透白，可以试试含有 VC 或烟酰胺的护肤品，这些成分可以阻止黑色素的合成运转，淡化雀斑痘印，让皮肤变白白嫩嫩超干净。二，两个动作都学会，轻松拥有筷子腿，前胸贴地，撅起屁股，伸展手臂，保持一分钟，瘦大腿，双手双腿撑住地面，身体向 A 字形撑起，保持一分钟，瘦小腿。三，颜值不够，头发来凑，洗完头发可以用椰子油涂抹来护发，清洗后会留有香香奶奶的味道，而且头发还能光滑似绸缎，营造美女氛围感。你学会了吗？人脸方脸大饼脸，赶紧来试一下公主切发型吧。一，额头三角区分出齐刘海，剪刀挡住眉毛的位置。二，从耳朵位置向上画半圆，分出两侧公主切区域，修剪至下颌骨以下，下巴以上部位更加自然显脸小。三，平时将头发吹到半干，将头发别到耳后，等头发干透再放下，就能获得超级自然的公主切弧度，拥有巴掌小脸。你学会了吗？迪士尼在逃公主发型来喽，将一左一右两缕头发在下巴以下位置扎起来，然后取出一左一右两缕头发扎起来，放在第一缕头发的前面，再取出一左一右两缕头发扎起来，放在第二缕头发的前面，依次扎好全部头发，最后将头发全部向后翻，拉出鬓角头发和刘海，搞定！浪漫温柔的迪士尼公主发型，你学会了吗？刘海不听话，睡醒就劈叉。三招让你的刘海乖乖听话，从此刘海不分家。一，将两边刘海交叉，用发卡固定住，然后用吹风机吹发根，吹到微微发热，等到冷却后再散开，刘海蓬松又有型。二，卷发筒在发根处左右滑动摩擦，同时用吹风机加热，一分钟就搞定。三，把两侧刘海拧成麻花状，同时用吹风机加热，等到冷却后再散开，刘海复原超快，快来试试吧。晚上睡不着，早上醒不来，一躺下就失眠焦虑，白天没精神。睡眠困难户不要愁，一个方法让你快速入睡。首先全身放松，以最舒服的姿势躺着，然后放松牙关，闭上眼睛，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脚上，想象自己的脚很轻，轻到仿佛感受不到自己的脚，然后逐渐向上放松，从小腿到大腿到腰，逐渐感受不到身体部分的存在，一般放松到胸口你就能睡着了，赶快试试吧。你是几头身的身材比例呢？一个动作就能知道，首先双手掌心相对，掌根相连，捧住你可爱的脸蛋，如果你的中指到眼角处，你就是6.5头身，到眉毛的话就是7头身，超过眉毛一指节的话就是7.5头身，优秀比例，超过眉毛两指就是8头身，你是几头身呢？为什么有些人长得很好看，笑起来却很奇怪？想要笑得甜美动人，那就快跟着阿林一起学会最适合自己的笑容方式， get 你的招牌笑容。微笑发力的方法可以分为这4种，且用苹果肌发力带动笑容，笑起来很甜很元气，非常适合长脸、长中庭、人中长的女孩，可以起到减龄的效果。嘿，用下巴下唇发力微笑，可以延长下巴，适用于圆脸，可以瘦脸更上镜。吸，用嘴角向两边发力，拉尖嘴角来笑，可以让唇形更好看，使笑容更舒展，非常适用于嘴唇厚的人。哈，是结合黑和吸，拉开嘴角同时延伸下巴，笑起来充满活力，是适合凸嘴的笑容方式，但不适合嘴太大的女生哦。你最适合哪种笑容呢？每天都扎马尾，真是太无聊了。3款有手就会的发型，让你惊艳全班。一，小哪吒丸子头，古灵精怪超可爱，学会萌化所有人。二，漫画女主麻花辫，
简单易上手，甜美惹人怜。三蓬松双麻花，轻松 get 头包脸，高颅顶，脸蛋马上小一圈，还可以搭配小毛球、小蝴蝶结等小发饰，极萌可爱，超上镜。你学会了吗？又考砸了，怎么别人就能轻松地一起考高分，我还是原地踏步用 IP。教你三招学霸记忆法，轻松逆袭新学期，考进前十不是梦。一、激活注意力，左手画圈，右手画方块练习，提升专注力，锻炼左右脑，学习更高效。二、四色笔记法，准备黑红蓝绿四种颜色的笔，黑色写不需要记忆的内容，红色修改错题，蓝色标记需要记忆的知识点，绿色写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，背书再也不难了。三、记忆高峰期，每天上午9点至11点，下午3点至4点，晚上的7点至9点，都是我们的记忆高峰期，抓紧时间背书，事半功倍，赶紧学会，新学期考出好成绩，惊艳全班人。盘点那些在学校可以用的化妆品，小巧便携又自然，悄悄变美不用愁。一、双色眉粉，小小两格很便携，又能画眉毛，还能做眼影和眼线，一盘三用，消肿又放大双眼。二、变色唇膏，变色自然又滋润，再也不怕嘴唇干燥起皮了，还能提升气色，绝绝子。三、走珠香水，手腕处滚一滚，香味自然又持久，不经意间释放自然清香，小小一支方便携带。四、气垫素颜霜，管状隔离和素颜霜太大支，补妆不方便，换成气垫素颜霜补妆更方便，随时随地变漂亮。你学会了吗？哇，伊泽的漫画刘海也太美了吧，为什么我剪就土气显脸的？剪发型不要跟风，适合自己的才最好看，赶快拿出小本本，自测你最适合剪什么样的刘海。长额头选 A， 短额头选 B， 宽额头选 A， 窄额头选 B， 颧骨突出选 A， 颧骨线条流畅选 B， 下颌骨突出选 A， 下颌骨流畅选 B。 公布答案了，快来对号入座吧。哇，别人戴棒球帽简直是韩范女主，但是为什么我戴起来头扁又大脸？学会三点支撑法，戴好棒球帽，个性好看显脸小。唯一用到的工具就是这个两毛一个的小抓夹。第一步，取左边的一缕头发拉到右边扭转一下，在右瞳孔的正上方位置用抓夹夹住。第二步，再在头顶正上方的位置再加一个抓夹作为支撑重点。第三步，将另一侧的一缕头发覆盖下来，遮住中间的抓夹，扭转一下，在瞳孔正上方夹住，高颅顶的三点支撑就 OK 了。然后将头发都撩到耳后，拉一点耳鬓的碎发出来，再戴上棒球帽就可以了。哇，完美小脸高颅顶，简直变身韩剧女主。这么晚了一个人回家，我好害怕。晚上自己打车，播放这个视频，关键时刻能救你。喂，妹妹，上车了吗？本来想直接开车接你，突然有事走不开。那你给我开个位置共享吧，等下你快到了，我下来接你。好啊，那一会儿见。你把车牌号发我一下，待会儿方便接你。嗯，拜拜。